防弹少年团 MV 和 BLACKPINK 团员 Jennie 自去年被爆出同游济州岛后，双方疑似热恋中的消息更开始在网络上疯传。而17日晚间，两人又被网友曝光了在法国巴黎街头约会的影片，让不少网友们看到后都纷纷送上祝福。而不少 V 的粉丝们也彻底死心，在微博上直接掀起一股脱粉潮。据悉，在营销账号 K-pop 脱粉 bot 中，每分钟就会新增一条脱粉的心碎留言，让脱粉和 K-pop 脱粉 bot 直接登上热搜。其中一位脱粉网友更晒出自己为了 V 光是在2023年就已经花费了53000多人民币，如此庞大金额也让网友们惊呼追星真的不容易呀。